从火车的汽笛声呢，就冲冲冲冲冲，我们要进入到了2013年呢 ，Hey Miss DJ 的第一号的特别来宾，在这边恭迎周董周杰伦。周董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杰伦。耶、yeah.。非常谢谢你拨空过来我们的访问的、欸，没有没有，是荣幸的，第一次是不是？对 ，Hey Miss DJ， 是的 ，Miss DJ 的是过了，没错，这名字取得非常好，有啊，很有周董风的感觉吧？然后2013年，一定要打个招呼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对对 ，Hey Miss DJ，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好 ，OK 啊、在这边呢要跟大家一下介绍的，当然就是周董呢发表了他的最新的专辑哦，是他的12张专辑。你知道讲到12张这件事情呢，我就开始。又不禁又开始回想往事了。哎呦，你知道，就像这大概就是证明了我们大家已经认识了12个年头了耶。每次都有一张的照片，真的真的，而且我们就是有点像是从小看周杰伦长大的感觉。从小的，真的我看着你，你知道从小这样子一路的长大，所以说，然后有很多人呢是用他们的日志来记录他们的成长，对。但是我是用周杰伦的音乐记录我的成长，讲得太好了，讲得太好，太好太好太好。好 ，OK。那你现在所听到的歌曲呢，就是这张专辑的开场曲，对不对？对，世纪列车。嗯哼哼哼。那这种有点像演唱会的开场，我通常都会，比如说《龙战骑士》啊，《惊叹号》啊，嗯，就是比较大的、大气的那种感觉，大气的感觉，编曲比较丰富一点。而且这个有一种一直往前进的感觉，对 对, 对, 对，因为就是那种火车的那个汽笛声嘛，回忆一直过，一直过，一直过，然后每一个车厢都有不同的季节。嗯所以这样这个歌曲其实看文案上面讲的是说，事实上是有点像是记录，就是四季就好像一个不同的女人的风情在里面。对，原本 MV 要这样拍的，嗯哼，对，因为怕绯闻关系就没有了，开玩笑。MV 要这样拍，因为它是要搭很大的场景，嗯 哼, 哼，那这次打算是最后再拍，嗯哼，对。哇，所以现在这张专辑已经拍了几支 MV 了？11首歌。哎呦，所以打算了最后的再拍。对，演唱会的时候。演唱会的时候，对，哦，讲到演唱会的画面，对，讲到演唱会的话，就在是今年吧，2013年的时候，五月份的时候开始，然后开始巡回，那到了回到台湾，可能在八九月份的时候，哎，所以那时候也差不多是暑假或者暑假的尽头，或者说可能是一个学期的刚开始，对，顺便那时候有新歌了，哦，对不对？对，顺便可以唱一下，铺梗一直铺下去，没错。好啦，这12星座的这张专辑里面，搞不好就有13首歌会出现，没错没错。好，然后现在所听到的歌曲呢，是在最近呢常常常打的，也有很多人呢就是会讨论的这首作品，因为这首歌曲呢，不管是音乐或者是MV 呢都非常非常有画面哦。在一开始呢，你就听到这个矮油哥哥跟巨炮叔叔又再次的合作，对不对？再次重逢。每一张专辑一定要有巨炮叔叔在里面。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迷思吧。他跟我讲说，如果没有他的声音，可能不会卖哦。他每年都要这样讲，每一张专辑都要这样讲，可是你每次都还是要中这一招就对了。对对对，已经着魔了。没有，真的是，我觉得有他的声音铺梗蛮好笑的。嗯哼。还没有听到音乐，然后就先被那挑起这个情绪。对。那为什么巨炮叔叔在里面要演的是皇上？为什么他不是公公？因为皇上有人比他更是，不是因为公公有人比他更是的。对对对，台志远台哥。对。你看之前演活了那个包青天里面。对。我觉得这年纪稍长的这些朋友们应该都看过，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嗯嗯。那这次有请来这个模仿天龙台哥。其实我自己个人非常非常欣赏台志远台哥，因为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多才多艺。而且应该是说，但是你知道他的电视上面的节目当中已经露出了这么多才华，可是他私底下面就很多的才华是你要再去挖宝才挖得到。周董还有点像，没有，因为跟我是不一样的，整个他模仿功力是无人及。对对，但我觉得这个不找他，其实公公不找他能找谁呢？对，但他听到这个公公这个 OA 打是方文山，嗯，第一次在我的这个专辑里面现身，嗯，对。里面喊的公公是方文山的声音，的声音，对，我觉得他戏演得非常好。公公，公公，对，哦，所以所有的公公都是由他，都是他叫，所以请问你把他关在录音室里面，叫他叫公公，几声，抽公叫了几次？
被叫蛮多次哦，不同的共情在里面，不同的工作被抓走的感觉。你要稍微，因为他没有去到现场拍这个 MV 嘛，对，那只是要声音，所以他要有一个情境的这个想象。哦，所以你有在，我相信周导应该在旁边帮引领了很多的情境在里面。对对对，因为写歌的时候你就会有这个画面。嗯哼哼，所以你有比如说问候的公公的声音，或者是公公就是要被抓走的时候要呼喊公公的声音，就周导都有引领这个方文山大师在里面。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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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好的，我接下来就来听到了这首作品，很精彩啊！不管是有这个台志源的这个 MV 的这个表演，还有巨炮叔叔的声音啊，当然有周董的他自己有创作与歌声，还有就是方文山这个演员的首次的声音表现，勾勾偏头头。今天黑 Miss DJ 的第一集呢，访问的特别来宾呢就是周杰伦，周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杰伦。在每一张杰伦的专辑当中呢，当然比如说像是 R&B 的是定番哦，然后一些就是节奏呢轻快的嘻哈作品，而且是不同风格的融入在嘻哈的节奏里面的这个作品也是定番哦。然后我觉得另外有一个也是定番，就是杰伦加钢琴。好，这一定要的，对，一定要的啊！对，因为学钢琴是什么？杀死人的那种情歌，这种情歌级的作品是一定要的。明明就这首歌，对，一开始就是用钢琴，然后简单的弦乐，对，就简单的。然后，所以在 MV 的呈现上面，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复杂，就是说不用编一些什么嘻哈僵尸舞啊，对，不用跳舞了，也不用去英国出外景在大笨钟啊，不一样。对，这我就是有一个在古堡里弹琴的感觉。嗯哼哼哼。好，那在这样的新专辑当中，事实上其实我们就曲目的排列来讲的话，其实我之前访问了杰伦好几次，就是说有时候在曲目的这个排列上，事实上杰伦是放手是交给公司的人来安排，对不对？对 对。所以你的就是你提出作品的习惯就是这样子嘛，一旦你把作品做好了以后，接下来人家要怎么样子去雕塑，可以由他们来发挥，可是当然你最后这一关你还是要过到你最后这一关的嘛，对不对？就等于是十二个小孩子排排站，十二个小孩子排排站。那我先帮他们都穿好衣服，编曲或干嘛的制作上面，都 OK 了之后丢出去，然后呢，你们谁要先上都可以。哦，对对对对，因为每个都是好看好。
帅的、美的，我把这个星座当作是这个小孩嘛。那你要编排，你看像司机列车摆在前面，我觉得摆的就很好。所以这是你一开始就有的习惯，还是说渐渐你的习惯就变成这个样子？我其实一开始就这样的习惯。可是你的第一张专辑也是这样子吗？第一张专辑，我其实已经忘了，但我觉得我后来习惯应该都是，因为我觉得我管太多事情了。对，我如果连编排这个歌曲的顺序都要管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叫管，就真的是周董了。对，所以我觉得好像是公司在决定，像专辑名称我也没有在想。OK， 而且像其实在这几年来呢，周董就在很多的不同的领域涉猎哦，大家都是就是有目共睹了。不管是在电影方面已经变成周导了嘛，然后在主持的这个领域上面也是已经在涉足了。因为主持的不好，但是你的脸的表情我都快笑出来了。就是玩票性质，好玩就好，好玩就好。对。那有想要再继续下去吗？完全没有，就是让自己的讲话稍微进步了。以前是问一句大概回答半句的。我觉得就是这次会比较，我觉得是一种训练啊。就是聊音乐然后侃侃而谈这种感觉。好，那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听到这首作品《明明酒》。之前呢，就是周杰伦先抛出了一张照片，而且不仅是吓坏了大家，同时我知道是唱片公司自己的人自己也没有看到你的这个健身的成果，也是看到了以后就吓死，然后我们就觉得这种吓死人这种风格也是周董的一贯的风格，所以健身是偷偷的酝酿了很久了，对不对？对，没错，其实到现在应该半年多了，半年多就可以有6块肌，你只有6块吗？还是你有8块？8块，你有8块哦。所以慢慢的看着这个肌肉的形成，你知道非常有成就吧？好开心，就像小孩子慢慢的生出来。我好像蛮喜欢弄小孩子来。对，酝酿。因为健身其实我觉得是很多男艺人的嗜好，大家都很喜欢，大家一起运动这样。那我也是被好朋友刘畊宏给影响。我相信，因为我在这边看到的时候，我今天就想说，我有看到刘畊宏的影子在里面。有，因为也拍了电影嘛，电影是需要好身材。那刚好又宣传专辑，我觉得那就一次把它练好好了。所以你有追求，比如说体脂肪要降到几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在吗？其实我没有太特别要求体脂肪，但是健身的这些团队啊，其实他饮食上面的控制啊，说他们还会做菜给我吃。所以补充一些蛋白质，对，一些高蛋白的食物。然后水煮的青菜啊，水煮的鸡肉啊。那我现在其实一直到现在，因为发片了嘛，其实我现在已经没有在控制饮食，都大吃大喝，珍珠奶茶什么的。那怎么样？明年5月的演唱会上，可能就不能拖了。要看情况。不会，我觉得到时候你怎么赌一口气的那个心理又会开始了，对，所以那8块肌会渐渐的浮现在你身上。我觉得人就是这样起起伏伏，不能就一直维持在那边。你会没有那个动力继续前进，就觉得都一直这样，所以就偶尔就把它吃胖回来。对，然后偶尔有一个动力演唱会，再开始瘦下来。所以比如说你有一个8块肌的话，最重要就是仰卧起坐吗？要多做吗？对，还有一些是不需要健身器材的，在家里也可以做的。就是核心肌群的一些的练习，对。那就是用椅子撑着啊，然后把自己举起来，离开位置之类的。那你可以练一下手臂，手臂啊，对。所以你操。所以你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会有这种肌肉酸痛的状况出现吗？常常要贴一些什么 Salon Pass 啊，酸痛膏都会。还是会哈。我觉得一开始都会。那
我觉得不能训练过度，对，我觉得还是要让肌肉休息，然后睡眠充足。但是虽然我没有睡眠充足了，对，不然应该现在可以跟跟红一样。好，所以你知道到了第十二张专辑的周杰伦，就是你知道连健身呢都可以跟你好好的侃侃而谈。哎，也好。那现在所听到的作品呢，是来自于杰伦的第十二张专辑《十二星座》当中的这首《大笨钟》哦。大笨钟是这个就 MV 来讲的话，是跟 Lara 有合作了，对不对？因为那时候找不到女主角，没有了，没有开玩笑。啊，拜托，旗下的歌手好几位都上相的很，对不对？因为我觉得 Lara 其实很适合，因为这是在英国拍的那种感觉，对。那我觉得她有一种邻家女孩的样子哦。对。那我觉得顺便捧一下自己公司的新人，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到这首作品《大笨钟》。你说我比大笨钟的笨要怎么比？察觉我的安静中却像还有声音，要我离开我早就打发好距离。喝完这杯咖啡我就走答应你，我怎么就怎么还没叫我还你 DVD， 再不打给我我就不打算追回你。我坐在你喜欢的电影场景里，你却不在我想要的场景里。耍什么嘴硬，耍耍什么嘴硬，有什么毛病，有什么毛病。我很大气，我没你小气，我会原谅你。你仔细听，我从未爱过你，怎么会想念你？发展不身体有点伤不起，只是脑袋看不清醒。其实很爱着你，其实很想着你，小傻瓜，这不是大提琴，我不学你却在吃点心。我一人就足够，但我曾经你满的四个金。冰冷的微观，一点冷气都不带，看着林子真是冰城，越淡越越真。我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他是我的人。人潮人潮他是会赢，超标超标就不得劲，就干嘛劲都有听不干净。
时段的第二个小时，我是 Elsa。 今年我们的第一个的访问呢，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周董周杰伦。嘿、Miss DJ 你好，是杰伦。哎，不错哦。对啊，因为这个有第二种表情出现了耶。嘿、Miss DJ 哟，很好、啊、我觉得名字真的取得会让人家想要这样讲话。就是因为现在晚上九点嘛，那种感觉哈、嗯，夜晚然后听听这种爵士音乐，嗯，这背景音乐，嗯，很不错哦，哎呦，自己的新歌啊，对，而且是用一个比较奇怪的乐器，叫做比较大的大提琴，对，就是 double bass， 但是 double bass， 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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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本来正想问说你会不会弹 double bass， 不过刚才有听到了，就是你这已经特别学了一下，特别学了一下，因为这个歌其实是一开始没有想到要写，嗯哼，不是在我的设计这个构想范围，不过他自然而然就跑到了你的脑袋当中。就是、我去英国拍 MV 的时候，然后一个街头艺人的表演，嗯，就我觉得激起有这样的灵感，因为我觉得好像华人的歌手、华人的音乐还没有这样用过，嗯 嗯, 嗯，因为 double bass 其实通常自弹自唱都是钢琴或者是吉他，对，他 double bass 竟然可以这样自弹自唱，嗯 嗯, 嗯，那我觉得我就去学一下好了，嗯，所以对你来讲学 double bass 难吗？因为他好像有一点点融合了钢琴以及吉他的指法，就是有点像，其实他要一些拍打，对，我觉得还蛮难的，老实讲，边拨弦，然后一些拍打的动作，嗯嗯嗯，那因为我之前会我学过大提琴，对，所以学这个虽然难，但是大概半天的时间，嗯，对，然后因为隔天就要拍 MV 了，对，隔天要拍 MV 了，所以不学不行，对，所以手指要对的，对不对？因为你要拍 MV 的话，你想要手指是对的，对不对？对，反正舞蹈对我来说比较难。哦，对，哦，所以你在这个专辑当中，事实上你刚刚讲了，其实拍了11支的 MV， 对不对？所以这一首歌曲当中也配合了舞蹈在里面。对对对。因为这首歌曲的整个的场景的设计是你是弹 double bass 的人，所以旁边两位就是 Gary 杨瑞代以及拉老师旁边。在卖牛奶？哪有，歌里面不是这样讲的。好，对面另外两位是，对，但是就是因为我在所看到是这个有一个人在表演，是旁边一堆人围观，然后还有人跳起舞来，嗯，然后最后竟然跳完就走了，他也给他小费，给他零钱，最后一直表演，那我觉得他很辛苦，嗯，所以就激起我的灵感，我觉得拍个 MV 就是我在表演，嗯，别人拿我的音乐背景音乐，然后他们在跳舞。反正他们围观的人比较多，哎，反正我就觉得有这样感觉还蛮幽默的，所以在里面就是还有找那个大力的师弟妹，嗯，然后 Gary 一起合作这首歌。你常常其实这几年出国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对不对？对对对，所以你比如说像这样子可以走在街上，然后看街头艺人表演，还这种机会会很多吗？就是偶然，就是也很偶然机会。就是你机会尽量抽一些空，让自己稍微放一下空。其实我也没有说刻意的去说出国充电啊，这其实也没有，就是像是想说去英国拍 MV 就好，那中间的空档逛街放松一下，也就偶然真的就看到街头艺人的表演这样。啊，我觉得因为这样的机会其实对我来说并不多，因为我常常是关在录音室啊，或者是去内地的演唱会啊，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充电机会，赶快好好利用一下。你这个本来走在街头上面，就会去看到了街头表演就会停下来的人呢，还是说只是说因为那个街头的表演真的对你来讲，那音乐太吸引人才停下来的？其实只要表演我都会去看一下，我觉得吸收这样。对对，那有时候会给你 MV 的创意。嗯，对，那我觉得。为什么人家说旅行啊，就像充电一样，出国这样休息一样，为什么走更长远路？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有道理。对啊，在这首歌曲当中，有一个歌词就是说来表演就要选在街头，因为这样最感动的人才多。你对于这句话，你觉得你有共鸣吗？对我来说，我比较不是属于这样的，我是属于录音室歌手。哦，因为我本来想要接下来问的是说，以后会有这个机会，可能有街头表演。对，因为我觉得这是周杰伦，就是你如果是喜欢吓人的话，这很有，这个、很有可能。我觉得我这种最紧张的个性，就比如说有一次那时候，宣传那个青蜂侠，他在这个好莱坞大道，是，然后。
他要我跟导演在路边表演、嗯、街头表演，为了一个电视的节目的效果。 OK， 那我在那边谈，我觉得很担心有华人的观光客游客想经过，我们街头表演很尴尬，然后那个但是导演打得很嗨，他就很随性在那边打鼓，我觉得哎、欸，你可以很嗨 OK， 你可以很自然很随性，我也去配合你。我就觉得我有 感受到这种，所以我觉得街头艺人表演其实是要很放得开的。对哦，所以其实你搞不好可以找一个就是很放得开的伙伴，他可以带领你， 对不对？都是一个人在做音乐，一个人这个独来独往，我觉得会有点尴尬。对，好，那刚刚所听到的作品呢，就是说是在杰伦的最新专辑《我在星座》当中的啊，介绍这一个乐器 double bass， 他把它称为叫做比较大的大提琴，好可爱的一个歌名。那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出现了另外一个比较小的吉他，对，比较小的吉他，就是乌克丽丽，很可爱。对，乌克丽其实我比较没有用这样的乐器来写过歌曲，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创新。那在 MV 里面的其实也是在海边啊，阳光沙滩啊，美女啊，帅哥啊，这种。那这 MV 也是拍完了，我觉得相信他应该可以看得到。也是乌克丽丽本来就是一个很简单很随性的乐器，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你也是搭配了一个比较简单比较自在一点点的旋律，那和弦也没有很多。 对，我很喜欢用那种简单的和弦、简单的和弦进行方式，你就可以听我很多的歌曲哦，阳光的歌曲好了、然后简单的和弦方式进行，然后搭配不同的旋律，有时候是 rap， 有时候到副歌是放些没有那这是我喜欢我一种写歌的风格。好，那我们现在听到的作品就是另外一种风格的周杰伦，就是乌克丽丽。
心灵。今天是1月5号，不晓得杰伦你在出道的这几年，12年哦，已经到13年了，对不对？已经到第十三个年。1月18号就是我的生日。哦，OK，生日快乐。谢谢。哎，不晓得你在这出道这几年，就是你在新年，我是说新历年啊，有没有比较特别的回忆？农历年我们知道，我们都有很深的回忆，是对对对。我回忆啊，通常都是跟狗仔的回忆。没有了。我觉得其实你有没有比较难忘的？对，比较难忘的，应该就是拍了这个电影。对，现在听到这个音乐，就是电影主题曲啊。因为听到了这首歌曲，马上就会开始在想，就是说杰伦的新片呢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风格？可以稍微先介绍一下。好，先透露一下，我觉得我的电影是跟音乐离不了关系的，像是不能说秘密。对，那大家觉得我电影就是要跟音乐有关系。那我后来想想好像也是，我一直在想要突破挑战一些不同的角色，那不如就是来做一个音乐人，所以在里面跟音乐有关系，但是除了音乐之外呢还有武打动作，所以歌舞结合一些，所以我们讲歌舞片，但是不是舞蹈，不是那个舞蹈的舞，歌舞片，对，那武打的武打片，对，那歌舞片，然后里面动作还有爱情，然后很多元化的感觉。那像这样子，如果是歌舞武打片的话呢，你现在写曝光的这个歌曲，事实上是走情歌的。那有针对的这个电影，比如说写了一些比较是属于比较武打片的情歌的歌曲吗？有哦，蛮多的。眼睛突然很有，真的很有杀气，突然变音乐人感觉。因为我是其实十二星座之前，我是先写好十几首的这个电影歌曲。那电影歌曲写好了，对，在里面，因为歌舞在里面有一些音乐是完全是不是流行音乐，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不一样的手写。我觉得大家听到，如果我把那张当做一个专辑来发，如果是十二星座，我觉得会蛮酷的，蛮屌的。对，所以意思就是说，感觉上，搞不好你会有一个 side project 出来的感觉，是，有可能会这样子。对，那这个反正之后会变成。电影原声带是，对，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电影，听得到音乐。就觉得你一天睡几小时啊？今年开始比较多一点了、啊。叫做叫做几小时？叫做七小时。七小时。对，今年开始比较多，因为我现在最近都在跑通告。没有，我其实会问这样子，是因为其实你知道，我们都知道，其实杰伦很忙，然后比如说拍电影，然后主持，然后常常就是接很多的演出啊，等等。可是你已经私底下，你在今年已经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已经做了2张专辑的分量了。拍完一部电影，所以其实没有跑通告，我反而睡比较少，很奇怪，因为我就会利用充沛利用时间在录音室里面，而且你会忘了时间了，对不对？对，而且我会要 MV， 很多人十几首 MV 要自己剪辑，还有电影。那今年开始，因为在跑通告，我反而就是要。要准时，你知道，因为怕人家来上你的电台不能迟到，对不对？对。所以呢，很多从一开始排的通告都不能迟到了，不然一迟到就整个都是往后延，所以睡眠也稍微充足一点。其实呢，在2012年呢，杰伦呢为了很多事情做准备哦，只是因为在2013年的时候呢，你知道呢，大家就会陆陆续续的看到更多不同的一个周杰伦。没错。那很快乐的在2013年的时候呢，当然杰伦这张专辑已经发行了，也要跟大家就是在签唱会的这个场合里面跟大家一起见面。签唱会的时间？12号跟13号。分别是在这个台北哦，在12号的时候是在台北的西门町，有在13号的时候呢，就会在高雄的梦时代，还有以及台中的星光三月百货。哎呦，你都记得？哎呀，对，因为一天睡七个小时，一天睡七个小时，也不知道讲对不对，慢慢看。没错，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13号的时候下午2点钟在高雄梦时代，然后晚上7点钟的时候在台中的星光三月百货，而台北场呢是在1月12号星期六的时候，好，那最后呢，我们在这张专辑当中要听到的这一首作品呢。我觉得会很特别，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周杰伦呢很喜欢跨越古今，跨越中外。可是这一次呢，他所合作的这一位是算是跨领域的一个合作。没错，人家在那边跑得好好的，你把他抓进来做音乐是干什么？林忆杰，人家在极地，你知道吗？在那边跑的，这样非常的辛苦，把他抓来。因为他很有。
有毅力，所以找他写歌词就对了。嗯哼哼哼，还有刚刚的前奏。嗯嗯嗯。这位国际级的朗朗先生，对对对，哦，你看弹钢琴不找他，对对，那就不对了。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曲的一开始的开头，让我们会有点点想起，就是火战车，你知道这首歌曲吗？在那个在英国的这个奥运里面，那豆豆先生弹的那支，那就是火战车。有，哎，感觉起来其实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这前奏是拉赫曼，对，这前奏是拉赫曼诺夫的这个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嗯，那现在朗朗弹，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嗯，对，那我觉得。这个 MV 想要去励志，嗯，好，然后鼓励人，就是鼓励人心这样，嗯，好，那我们在描述三个小朋友，嗯，彼此有不同的梦想，比如说朗朗是往钢琴，对，然后一节跑步运动，嗯，然后我往演艺圈歌手唱歌，嗯，这三个小朋友不同梦想，但虽然不同梦想，但他们一样的是他们的毅力是一样的。嗯哼哼哼，对。那和林忆杰私底下有真的有碰到面吗？因为这首歌曲的合作，或者是其他的机缘？特别跑到这个极地，那个没有，啊，那个开玩笑，因为他已经跑完了嘛。嗯 嗯, 嗯, 嗯，对，他跑完，那我觉得我们私底下就在聊这个歌词。那我也是因为跟红他认识这样，那我们又很喜欢运动，是，对，那我觉得写这个对现在的小朋友会很有帮助。嗯嗯，对，那这个歌你看又不能找方文山写，他又跑不快又跑不远，对，所以我要觉得哎，跑得快跑得远的有毅力的这位毅杰。嗯嗯嗯，所以跟林毅杰有的谈类似像健身的这样子的问题吗？有，真的，哦，真的。那你跟他领教到了什么？因为我觉得他这么有毅力，他体脂肪一定很低，因为每次在跑步。对，然后我就跟他比一下。没有，我是很喜欢跟人家，对，稍微对好胜心比较强一点。对，所以我们三位这个合作，我觉得这个 MV 到时候大家应该看，现在应该还没有出来。嗯嗯嗯，好，那我这边也非常的期待哦，也我觉得也非常的谢谢，就是在杰伦，那你看在这首歌曲当中，事实上你就帮了很多的不同的，可能有不同的志愿、不同的志向的小朋友，完成了他们的一些梦想，或者是启发了他们，是，对不对？不管是林忆杰，或是不管是朗朗，那当然是不管就是像杰伦你自己的自身的努力。哎，梦想启动，梦想启动。好，我在这边呢，非常谢谢杰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好，谢谢优茶。耶，yeah,然后也非常期待五月份的时候哈，你的演唱会，对不对？可能在八九月份的就会来到台北。稍微拖一下，对对对。一定要的啦，好，八块肌哈，就是往上跟往下都还可以继续的再给他练练看，没错，好，露出你的手臂来。好的，嘿，Miss DJ。耶，好，谢谢杰伦喽，拜拜。机会降临，你能够追得上吗？机会降临，你能够追得上吗？微笑的。